两千零二十四年七月十九号，今仔日是礼拜五吼。今仔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有啊同款，差不多是晴云到好天啊吼。啊，天气真热，温度那不止啊高。啊，而且呢，这个北部的所在啊，大部分地区要注意，可能会出现着局部三十七度以上的高温吼。啊，过到过了有啊同款，我那注意各地，可能出现着这个短暂的雷阵雨。有咧行到六月十四号，啊啦，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7度到37度吼，这是咱天气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啊，今晚咧，咱就来家进行着咱今日个节目，开始大家看新闻哈。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吼，你来个看最近这几天。拢一直咧查着即个川普，真是淡仔讲的，啥物讲台湾得爱交啥物保护费啦吼。当然，即个美国的国务院嘛已经出来做澄清啦，昨下晡，咱嘛同时大约有讲过，咱台湾甲美国买军事武器是拢开家己的钱，啊，过来十年来一直拢是安尼啦吼。最主要是要互川普知影，咱咧保护家己。不是靠别人，除了自己研究开发一些这个军事武器以外，我们也跟美国买很多钱的军事武器，不是像川普说的这样说，咱的事情啦，什么事情都放我，我放我这个啥，放我这个别人来给我们保护，不然这样啦。你说针对着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呢，接受这个访问表示讲，台湾应该要纳美国防卫的费用的对啦，防卫台湾的费用啊。美国国务院第十七日嘛表示在讲呢，讲过了十年来，台湾一向拢是开家己的钱来加强自我的防卫啦，唔是美国要做善事。啊，正这名诶，即个共和党籍美国会议员嘛，拢表示，过了十年来一直拢是台湾自费来向美国吼来买军事武器，相信川普政府会继续挺台湾啦吼。即个川普政府时阵诶时阵，中国政策诶顾问啦。伊无村里咧讲咧，伊讲川普并无讲美国无要防卫台湾，而且是讲台湾应该爱加分担更加侪费用啦。伊指出，防卫台湾是台湾管理法所规定的，共同防卫台湾是国家的共识。川普伊会对着台湾的议题，打着苛刻的协助力，予伊上界重要的重要性。所以那川普讲这个话哦，莫怪讲台湾有一挂本来就咧反美的亲中的遐，诶，提起来大做文章就对啦。啊，事实上反映的部分够错么？其实哦，这个网络对照反映的，无错么？无错，无错么？就对啦。我讲一句无错。哎呀，遐话就对，有人家对照反映的咧，那就是无什么唔对啦。无什么唔对。翻译出来意思大概就是安尼啦。当然，因你个人大概无所谓的保护费啦。大概无所谓，但是伊有讲爱增加来负担着这个费用就对啦。意思是安尼啊。当然，咱台湾另外咱个咧翻译可能就是叫做保护费啦，是安怎另外种种啊？是保护费啊。系啊，啊，但是吼。台湾啊，美国之间什么时阵，我曾经美国足大力援助过台湾，什么时阵？蒋介石的年代，蒋介石的年代，迄个时阵有美元，大家应该记下未吼？美元啊，这边的朋友大家拢知影，咱台湾迄个较早以前，咱来去这边啊，有迄种叫做151的二五八车，啊，甲 N35的两栋半的卡车，迄个时阵大家就风声报影讲，一只美金一块啦。从一只美金一块就对啦，啊，未荷兰那就对吼，啊，迄个拢是援助啦。那迄个年代是确实有影。以前较早吼，阮在读册时读国民老，我印象够深的了。到下昼吼，爱播的对啦，拢有美元的股呢。我哋阿个美元啊，几趟？几趟哦，几趟啊，荷兰只。
哎，迄是美元的，美元的对，系安尼。你像咱即马咱台湾这条西丽大桥啊，西丽大桥这条就是美国倒沙钢嘛，美国出钢材啊。是。哦，本来迄个咱台湾的属性吼，甲蒋介石可讲。有需要这条西丽大桥啦，啊，若无特别要过桥的时阵哦，你那是迄个要做啥？落水溪来咧大泛滥的时阵哦，我无多过嘛。啊，讲我种啊叫听伊听无，你种啊叫这样，你有哪无读册好大样去看无？那讲个重要性，伊就听无啊。啊，伊是到甲有人甲这个蒋介石讲讲，这个包括啥呢？万不利亚军事调动的时候，你的军车啊，可能的军队全调伫咧这个溪边来过去，你蒋介石就听这个无话了。我做一下嘛，人民都重要大事。哎呀，你若讲人民有需要，你听无啦？啊，结果西丽大桥当时要起的时候，这个蒋介石多打招呼来台湾，无话句。啊，西丽大桥一底座，其实日本人已经起好啊。日本人阿要嚟台湾的时阵，就本来就想要甲西丽大桥要甲起起。啊，但是我都用黑熊震惊，需要一块钢材。所以呢，日本人都要做迄个基座尔，伊对面的迄个桥体。有我多做，全部阿在起啊。啊，尾啊，即马换国民党大了，这个蒋介石查讲，这有牵涉到这个军事运输甲军事兵当的重要性。哎，就要阿要全部要钱啊。对啊，啊，无钱要安怎？无钱啊，就西丽地方的属性啊，加着这个了做政府机关，就向美国讲拜托，你甲援，甲咱援助一下安尼来做这条。啊，结果美国顺水讲，阮给了钱提我哩吼，我哩卡伊。这个，那是很，这个算差的。当然有那种爆发钱的来啊，但是遐钱不是半不起。这个中华民国政府的口罩，对啦，这钱拨不起，叫哪样？哎，钱甲拨不起，西丽一个属性，伊的口罩。好安尼。哎，有那种钱，但是呢，多数是啥？伊就吃多上更窄啦，对不对？上更窄过来，啊，佮包括技术资源啊，你呐。所以西丽大桥的桥头吼，你也看，啊，佮有。那个叫中华民国的迄支动员机啊，啊甲美国迄支机啊，啊个两支，啊个个迄个标志就对啦，啊，迄个是迄个，啊所以川普可能是向往想着讲以前伫台湾政府顶开袂少钱，但是后来就无讲啊，后来就无讲啊，后来就阮台湾。开袂少钱，应该讲川普是这个失误的款。心理啊，咱开钱是那，有那开买。对，我是说后来我都讲买啊。哎，啊，咱我都在讲一块钱，伊乌车甲一块钱，迄种叫做啥？迄个两栋大卡车。迄个乌原因挖井，好挖井，发生挖井，啊挖井了，美国是怕输啊。要离开啊！啊，要离开是伊人造单单啊，人个就飞机就载载啊。但是遐军兵一大堆啊，啊，伊无希望，遐北越从这军队，这军兵退去啊。啊，就阿甲台湾讲，我只有做只卡车加运货车，那要恁来退。但是我未使无条件互恁，一台一块，啊，现在要一台一块，因为边关上来台湾的卡车加运货车三台做做一台。哦，伊要较贵嘛，有证件贵嘛，证件贵啊有过重以上，所以来是避开吧。阿台湾了后就三台。啊，一台一块，你刚刚卖讲中心。东西要它修复啦，可能卖一起来就超贵啦。对啊，他美国意思，我人家等于美国卖好啦，对啦，卖好啦，伊好领啦，他好领个太平啊，好啦，就考出来上七啊鞋啊，上七啊鞋啊，是艺术就退十块啊，退一块啊，那个对哈，七啊就去上，不，未使上七啊鞋啊。效率讲是安尼，漏跑，三个 A 的，然后漏跑，也上黑，就像 A 啊走一样，对不对？他说你啊，艺术家先给一块，还是十块啊？那个，哎呀，我这脾气啊，哇！你一定没讲话者，哦，对不对？他说那个运货车加卡车咧，就好像那里金门这边的时阵，我就开掉，那种那个美国的，系啊，加完装的活动波啊，吊车，哦，加完装的，还有足停车，那贵的所有的仪表板啊，上面装。拢英文的，对不对？哎，啊，摕迄个保养手册，摕来，我讲这是比较贵款嘛，贵的拢英文，英文比较快。对啊，所以那一阵他就是接受未少美元的物件，这是属实。但是阿伯来了后呢，
咱开始家己自费开始买迄、那个做啥呢？美国的军迄、那个产武器的时阵，迄、那个就是全部是乌收重点的。嗯，到底是美国甲咱收较贵，还是国民党政府甲咱骗较贵？应该是国民党骗较贵。好，民众不满啦，哈，哈，这种两个美国卖我咱较贵。啊，另外一种就讲，根本美国是照这介绍卖我，唔对，但是你。那个国民党敢做假象，嗯，当然一定是国民党做假象。对啊，人家讲话啦，啊，咱今麦把人砸进济啦，无人。美国咱登记间唔是嘛，未做生意过嘛，是吧啦？登记间和美国咧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咱冇听讲咱敢开出是钱未做济，一寡阿里不达的物件，嘛无啊。嗯，你若讲有白卡少无，咱就唔知啦。嗯嗯，绝对无可能会甲恁调过贵族官的介绍来买人啦。嗯，我所知影，迄个时阵就是。美元啊，甲后壁来所谓的军事的支援就对啦吼、嗯，台湾拢有开着钱啊，嗯，台湾拢有开着钱，啊，但是开的钱，较早以前就是半杯半小三，半杯半三啊，对对对，啊了后来开始台海算作平静落来嘛，啊平静落来了后呢，这个蒋介石就啊个底下咧烧了反共大众嘛，嗯，啊所以呢，这有做三个，这开始甲做些美国买武器。啊，美国那个这个介绍就较有正常的介绍，安尼去买安尼就，但是上先进的你拢不落去买袂着。嗯，啊，你阿无讲啊？即卖你美国只要要买完的先进的，我绝对要开钱甲你买啊。嗯，对哦，开钱甲你买，我阁无甲你退发票的呢。嗯嘿，嗯好。哈哈哈！我怎么样哈？所以川普讲的话绝对是实言的。啊，咱虽然介意川普这个人对中国的态度。但是等于讲着对台湾唔对的所在，咱我要赶快叫上爱甲咩啊？爱甲讲，佮再来我问川普一句话。嗯。是安那台湾会甲美国买遐侪武器？全世界遐侪国家，是安那台湾会甲美国买遐侪武器？嗯、你美国好解说，我听看卖啊。嗯。无啊，阮美国武器好啊，所以台湾爱甲阮买吗？是安尼哦。歹势，是你美国不准阮台湾去别位买。是安尼，哎，无唔对，唔是规定。哟，你美国不准阮台湾去别位买武器。啊，只有是个买尔啊。不对，只有我台湾买尔啊。你像咱的幻象有无吼？是在法国买的嘛？嗯嗯。阿拉华的也法国买的，对不对？迄种讲美国泡泡条嘞。系啊。嗯，你讲个泡泡条，讲我以前也走去甲法国买三万三万安尼就对。哦。啊，我讲咱无大，咱主要台湾华的迄种迄落，迄落去。啊，无存落来，因为话咱所有的武器差不多美国的嘛。拢美国的啊，啊，所以这个那个啊，够有人，搁一项美国小产的 M 十六步枪，哦，迄种挖进落来，哦，迄种挖出来，啊，规箱安尼载袂来就对啦，啊，所以阮是摕着第一批的 M 十六步枪，啊，你买起 M 十六步枪，伫挖进的时阵拍死过几人，你家己都唔知啊，所以恁大家拢笑 M 十六步枪叫做龟枪，龟仔枪啊，嗯。我叫做龟仔枪，因为有足侪奇怪的代志伫喺迄个部队发生嘛，比如讲轻枪啊，嗯嗯嗯，迄轻枪拢枪好啊，明明都枪好啊，哦，啊枕头啊，去望迄个枪支，望落落枪支啊，啊是啊，那边，但是子弹是拢用一枪枪枪枪放顶面啊，拍出去，哎，这个子弹是拍出去，对啊，你讲放到无枪支，放到明明都无枪支，是啊，在跑嘞，有，啊你胜利的弹夹的枪支，真正都敢一粒。啊！但是我摸的时候无枪支啊，那玩嘞！啊，所以我叫龟仔枪。我早按在那讲叫做龟仔枪安尼啊。我是第一批收到按在那个迄个，迄个迄阵咱台湾那个其他部队拢阿未有的时候，我按在那上早谈起的时候，对啊，对啊，所以就潘布你讲唔对啊，都回去再得啦。嗯，哈，我记得那个靠后一边的演讲会时喏，讲就讲台湾其实。不是迄落啥免费解的，阮台湾开足侪钱的，是哦，但系足侪钱内底唔去，国民党乌足侪钱无，你话顺便讲讲咧好啦。哎呀，可能啊，这不差呀。我系记咱台湾吼，曾经要甲苏联，迄个苏联还未解体啊。嗯。曾经要甲苏联买米格战斗机的。嗯。喺美国是啥来个登岛啊？嗯。你们在美国，你要甲苏联买战斗机，你是对啊唔对啊？那是敌对攻呢。嗯，那是从美国甲苏联买冷战。是啊。我这是敌对攻呢，你甲苏联买个，那真正就唔敢，咱就唔敢。啊，听讲甲法国买迄个拉华迄大幻象2000，迄嘛到尾是经过美国弹头。嗯。啊，伊真系，啊，迄阵要甲荷兰买郑水港。
不是跟荷兰计较的，是跟美国计较。啊，美国讲好，啊，我来开生产线，算算的内核，啊，荷兰有，荷兰多少生产？那就砍高啊，砍高啊，砍高啊，啊，砍高啊，你有搞抽无？有搞抽钱无？你都丢过啊？对啊，对啊，所以川普你讲错话就是要认话，啊，好在在美国。国务院谁出来？警察厅出来，谁出来？所以咱这部位咧，搞台湾人会反弹啦。嗯，反台湾人，咱来想讲，哦，你中国咧买武器，他根本都钱。他无，我那国防的武装是安那边的啊？嗯，是边的要创啥货？嗯，啊，佫有咧，你肯定算较真咧哩。嗯，咱国防部甲咱送去美国的枪支，嗯，装数量甲你出来，嗯，啊，美国拢总用偌济钱甲咱买咱的枪支，甲你出来。嗯嗯嗯，那时候我话清楚，还是咱讲下你咁样啊？诶，咱起来讲，我们不爱做熟人啦。以后你美国要买武器，趁机叫神，只要话这样话这样，诶，无阿星啊，人家差到你死啊！听讲咱没有美国的趁机了，对啦，三粒放一粒啊。三粒放一粒不？诶诶，你别看趁机呢，战争的时阵，你用的趁机会惊死人诶。唔对啊。嗯，做他再有一个。那個、美国咧卖军火，迄个大生意人，伊尾也违反啊，伊偷卖军火啦。嗯。但是迄种偷卖军火，唔是全台湾咧乌社会，迄个讲卖一支枪两支枪。嗯。伊迄趟战车、无人机厂，伊都有在条卖了对。嗯。什么时阵？迄个时阵，苏联解体，啊，规个一片混乱。嗯嗯。啊，苏联解体了，变成足侪国家嘛，包括乌克兰嘛，是啊。嗯。啊，因咧迄个做啥仓库内底拢一大堆苏联时代遐武器，嗯，咱迄个做美国当时都有这样，可以看到啊，嗯，爱讲过一句话就对啦，我送你五千，嗯，五千免钱，嗯，枪支做你压，但是枪支你交去干咩？枪支干咩啊？对对对，啊，伊个助理就甲问讲，诶，五千较贵咧，枪支较上咧，枪支拍来无限咧，对对对对对，爱讲。你要买一支步枪，大概会当用偌久？啊，一条枪支大概会当用偌久？啊，就是一块肉都无啊嘛，对不对？啊，伊一支步枪爱拍掉偌济枪支？啊，所以伊阵就是做一个生意，就是啊，步枪要偌济支，你做一个，嗯，三米，嗯，但是枪支太细，你爱个咩？哎，爱搞咩？哦，枪支爱搞咩？枪支内面唔得钱，啊，弹弹啊，惊死人！迄个叫做军火，军火之王嚟款。那军火之王，哎，那我用手机看一点，哎，就是有些在在看安那有吗？啊，有咩啊？电影咩嘛？哎，电视的人哦，电视的人啊，好莱坞甲改编做电影，非常好看。咱都是有蛮多朋友哦，伊有这个拍戏了，讲咱台湾高雄的兵工厂了，哦，工作这个亲戚是世界有名。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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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去世界国。不，有人讲伊说咧后来台湾，但是这无正式啦，嗯，这无正式啦。啊！那非洲一挂遐较落后国家有甲咱买，咱也袂当正式啦。嗯，咱也袂当，但是美国有甲咱买，这是会当正式的，这是事实的代志。哦，啊，所以咱连别个广播，也是咱的人情啊。我提单搬出来啊，我拢做卖你美国十粒啊。嗯，啊，你说你几啊钱？你给俺几粒的钱？嗯，咱来算看下。当然有当时啊，小买小赚啊。所以我们也传不过，不是恁。奢侈货，那个啥，那个，不是奢侈啦，施舍啦，不是恁施舍吼，我以教基金家己开始做，而且都买较贵，这有买卖的啦，不是我们你上的啦，所以川普较加油嘞，啊，较加油嘞，啊，这个这枪支家己拍呢，应该较清楚，给人讲啊，他是公开讲出来，讲我清楚哈，台湾真正是靠家己开钱买武器的，啊，靠家己研发。嗯，我跟你研发一挂技术。哇，那枪支送世界有名诶。有名。哦哦。咱枪支听伊讲，迄个外国的兵啊，讲最爱摕着 Made in Taiwan 的，迄个枪支，顶面零钱的啦。嗯哦。诶，我最爱摕着，即个枪支伊的指挥又非常的悬啦。嗯哦。你就一般来讲，十粒可能三粒未拍着。嗯。你那个电流枪支，对对。啊，摕出一粒。那有当时你顶拍的时候，顶面又有人拍着。对对对对，啊，咱台湾听伊讲抗用力。高下哇以上对啦，我弄片子啊，川普听有无啦？有啦，等于听有啦，听有啦吼，我有认到啦，好啦，基本都运用啦，啊，他加油诶，好啦，进攻个，下面再个倒等来。
喜德山捷兰呐、啊？美迈啊。这是红梅美迈。那个喜德山啊。喜德山，啊、你捷上面竞争美迈。竞争的台湾青春豆啊。你也调啊？好好调啊哈。啊，调啊，我了最严重呢。规个脸拢是。啊，今麦嘞？今麦拢无呀。拢无呀哈。啊，你差不多吃几罐啊？差不多吃几罐哦。欸、吃偌久啊？几个月？罐啊呢？做侪罐啊哈。这相关啊，要几十关哈、啊，哎啦，啊你这个条啊哈，有条啊，就是咱体内靠毒素啊，肝脏卡败嘛哈、嗯，啊，即卖好起就是有甲你改善啦，嘿、嗯，啊你即卖平规个拢条啊拢无去啊，无啊，哈，啊本来是差不多啥物情形，啥物情形哦，哎，我较最严重呀，嗯，足侪年啊嘞，足侪年哦，系啊，好安尼啊。你的电话是很多年啊，对，是很多年。哦，啊，你们许多单，吃都准备吃关系，等下集合的。好，安尼啊。系啊，你时阵牛啊，种咩时代嘛？嘿，肺拢会疼。嘿，啊，吃你咩料都肺拢袂疼。好，安尼啊。啊，你有管理啦哈。有。啊，你有管大佛呢？好。许多单吃到最后，咩事来会疼好去？啊，佮调啊，你几啊单的调啊，几调啊拢好去啊？对啊，对啊。啊，这好去以后就袂更发达，因为哈，爱改。善劣体质、哦、啊，读书给你清清去就没办法了。好、啊，谢谢你啊，好，再见，嗯、再见。那阮先生，伊也较早拢常上上岗卡咯，嘿，也是上好去啊，上岗卡好去啊，有，嘿，对吼，也是，对，恁上岗卡也好去，啊个对呀，系啊，啊个感觉讲吼，像因为咱上年纪啊嘛，阮先生个十几岁啦，嘿，啊，迄种有诶，像咱讲老人班去啊，拢无，嘿，老人班啊，拢无去啊，是起码叫我去来带，真够我少年。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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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啥啦方面了？有啦，感觉真好啦。这一方面啦、啊，注重也是。有。注重方面，你过去是安那？啊？过去是安那？啊，过去感觉可能两块钱都差不多水。太会念了。啊，起码能安尼喝水啊。较袂会念安尼啦哈。啊，你继续保养啊，食这个保养啊，我讲对咱的囡仔骨啊较袂退化，啊，较袂生有诶无诶哈。再教一个哈。嘿。一边是汤啊，要去煮煮啦。嘿嘿。阿姨来。我感谢你，我讲你，我讲你是领导。我讲啦，我蛮感谢你光顾无量。啊，应该是啊啦。嗯，没事就是。本来应该就是啦。就讲什么？嗯，生几个哪会啊？生几个弟应该？不生啦，我唔生。因为许个困难我们经历啦，我现在想，我感觉这个礼拜，哎呀，哎，还有几块就去到来温家，我讲，我是先习惯好食好嘛呀，所以这些啊，讲每个都礼拜哦。就爱讲来讲讲啊，哎呀，这种食，我们哎呀，云南食这种食，对对。这种我们就是，哎呀，真好，安尼你讲着不良，哦，同阿明去就是安尼，可以减食多啊吧？这真正，所以人伊拢有做事，安尼吼，多谢你啊。好啦，香港下咱游戏台是台湾南区了，不直播，咱新南公司好运。为咱独家所提供的啦哈，伊啊，今是广告时间啦，啊，介绍咱新农公司优秀的产品许多三家产品了对哈。因为这红阿婆吼，有红阿婆这个毛病，可能跟经济的看嘛，啊，女性哈啊，为了一寡这个卫生方面的这个毛病哈，呀、啊，这红呢，为了皮肤的这个毛病。所以现在冬季时呢，你吃咱信阳公司许多山的食物呢，阿母做来吃，阿母这个毛病全部拢都好去。这是咱这信阳公司，是这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要不一个香港卡，啊一个秘书来，哦啊甚至咱个另外一位律师去跟讲的，讲足清楚啊，你提红价，健康内底啊，本来爱手术没手术了。风气是我定来的，用比如心急啦，哈、哦，所以说呢，咱这三片皮药啊，许多三这三片皮药，但是每一个人老感觉，男女共同的，他们共同去服用了掉，尤其保养型的这部分了掉啦，是非常好，非常好。那不是讲有破病、有艰苦呢啊，包括你吃这西药的人哦，你吃这许多三非常好哦，西药副作用对不对？大家会惊嘛？吃过拢未，身体拢会歹嘛，是不是？
但是石头山那家特别对这个心理上有真大这个保护的作用了，对，免加烦恼吃西药。啊，所以有病痛的人，你来吃，吃这病痛会好去。好、哦，啊，所以说你呢，那是讲无病痛的人，心理用用的人，你来去做一个心理上的保养，非常有价值的物件。这是咱新南公司的产品就对，希望用起多好来个使用吼。中国服务机会免费的专线电话：0800-0500-668，0800-0500-668。空的空空空五百六六百五，那恁今麦是厝呢？个别性产公司商品十款的朋友呢？咱独家送三款以外，咱我老提供这些精品，你也请上我们买十款的朋友哦。买十款的朋友，你也当个金啊，这个平底锅一支，你比较金电动一台，金毛毯一领。金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个中国会员所金立明、温顺健、喜乐清、两骨所。三十年，这种年龄级，咱一道经一项未完结。啊，另外就除了各地生产公司产品无关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罐以外，但通过老提供这些精品，你来请上我们美国馆的朋友哦。那美国馆的朋友呢，你也当个经三件式的保鲜盒一盒，你别个经啊，就是保温杯一支，经白砂糖器搁一条，你别经团圆的糖纸一盒，经五百支的洗头毛巾一罐，五百支的洗衫巾一包，拢总一塞，咱一道经一项会员一个吼，空不空空空五百。六六八号，这个电话啊是咱中国政府会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那今日咱们要请听众朋友呢，走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蔡小虎《往事莫提起》。
感谢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哦，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啊，0800-0500-6688哈，电话一直是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感谢啊，咱个继续来甲进行这个看新闻啦哈。这个头拄啊讲针对着这个川普之前啊，伫咧接受着访问的时阵，讲着讲台湾爱加开寡钱啊吼，伫咧这个防卫边境上，啊当然咱这边的翻译的意思吼，就是因为内面有一句讲叫做爱自卫，嗯，哦来加强防疫就对啦吼。啊，这个咱台湾的媒体大概就啊翻作讲啊，这就是所谓叫做保护卫就对，嗯，啊，但是咱啊。中心甲川普的话说，伊讲自费，意思啊，不讲要叫你加开钱啊。嗯，所以迄个算保护，反正保护其实是唔对，唔大家负责这个保护，应该是拢爱靠家己，爱买啊物件。啊，当然买啊，美国国务院嘛证实，哦，赶紧跳出来讲，啊，足奇怪哦。川普已经讲过足济国家，包括日本也好啦，还是德国也好，拢曾经捌咧甲韩国、日本、韩国，川普拢咧甲讨钱啊，拢咧甲讨迄个所谓咱台湾人咧讲的保护费对啦吼，叫因加开寡军事费用什么种种，但是遐个话讲出来。国务院拢无半下出来回应。什么问题？这个国务院不是川普？对。啊，所以迄阵你讲遐话时阵，你国的国务院拢放点点，无啥在安尼讲出来。对。但是你若看伊讲到台湾的时阵，美国国务院水跳出来。水跳出来。就水跳出来，讲无台湾，不是咱提恁钱的哦，咱台湾是照起讲的哦。嗯。哦，对不对？哈、哦，所以。即系川普，即系我相信伊嘅幕僚嚟，佢讲啲讲啊，你唔对，系啊，唔对啊。不过，即系呢条伊嘅幕僚，以前我系讲，点解是搞得是华盛顿做总统嘅？点解啊？阿星啊做总统，你都要错嘅，我系讲，佢怕鬼啊啦。阿星啊，第一次就嗌你问讲，啊你凭什么把国民党人送嚟台湾啊？啊一顿饭顿一顿，啊喺台湾人啊咧钱财上瞬间落去四万外块，你要放点点？二八你太难嘅事都，你佢又佢喺度，系啊，二八国民党你太难，你再来国民党，伫台湾开始咧有计划性嘅屠杀台湾精英嘅时阵，你敢唔知啊嘛？你知啊嘛？科尔就是你美国派嚟台湾诶一个足重要嘅记者嘛，伊都写文章讲，即系国民党做嘅即系起事啊，话咩太难啊嘛，对唔对？啊，你嗰阵时叫大叫做嘅叫一只。国民党来台湾做接收的动作呢，不是讲台湾特别好呢，对啊，但以来要得甲台湾的人的国籍，随甲改做中华民国，你美国知唔知？你知啊，你但是你放点点啊，所以科尔西啊，迄款比出的台湾，咩啊？你啊看卖啊，反正几种版本出来。哦，本来是规篇英文的嘛，啊，了后就开始出现着这个英文直接翻译的，啊，英文直接翻译的，写不难的，我娘娘咱家英文就知影写不难的，啊，咱咧看较正啦，因为个英法文化英法，啊，后边人个翻译咱台湾的白话文，这写得清清楚楚，你美国迄个时阵看欠台湾偌济，恁爸做总统，你得看我吃算的咧，嘿，唔是你爱摕钱来放人啦，是我这挣来挣去，对啊，挣来了呢。你跟他讲说，叫东西立出大阵结束了后吼，那个国际公约就讲，被殖民的土地，殖民的人民，让主民主管。你想要把台湾的主民主管没收掉？对啊。想要把没收，啊，半股在国民党刷了去，头前的单位已经在台湾这个所在，从台湾的物资送去中国，要打赢国共内战啊！台湾人已经第一遍去知影讲。台湾的买无糖，台湾竟然的买无糖，人家打麦去，日本时代无可能发生的代志啦。我哋个台湾的民族都买无，你美国敢唔知啊嘛？你唔知你再来人是安尼嘛？啊，了后国民党伫中国打输走赢，即马规个两百万人要过来，国民党还得存咯。有还得存，能够载两百万人，对不对？什么人派军舰去载？美国，如果是你。啊，相片拢出来啊！怎么相片拢改变拢出来啊？
国民党的去吃饼啊，对美国的军舰落来，像边啊徛拢美军啊，就是伊头家咧，边啊徛拢是美军啊，咪他妈咧算钱，看卖嘿，大家小铺提起来压伊就真火啊！我跟你讲，好笑好笑，互恁白做东东压到底，台湾人五十单拢免趁钱，大哥一个人领五万。你讲，你讲，你家咧几多万？你讲真，我明明你讲对啊，阿妹你陪我下料你啦，咱们四万块就靠我你边陪啦。当然这是国民党做的太高俗，但是你当时你的美国何清光，你是一个啥？迄个，何国民党太高俗，你讲爱出了啊？你放点点就是叫我啦，对不对？啊，我即马要甲国民党退，有啥要退啦？不懂东山啦，但是我底下无简单，但是我买单啊，你美国退啊，因为你人把你搞再来啦，退来退去的，退来退去，我唔爱安尼啦，唔系啦，川普你也唔爱个通，啊，本来讲安啦，台湾有够硬，家己买武器，家己去防卫，还是，嗯，咱美国国务院嘛，甲川普讲出清楚，嗯。讲台湾这段期间来，长期间开真侪钱买美国的军事武器，制造，荷兰美国的对啦，你军事武器的制造当中更加先进，生产更加进步呢。但是讲咱继续甲买，啊一直开发一直生产，其实是帮助着因美国开那个开发，更加好，更加精良，这军事武器啊。这是国务院讲的，国务院讲的。但是川普的到这样子，伊都阿袂针对这话，是的。伊都心理人讲心理话啦。啊！咱这种的话，人唔能含迄个老细啊，你斤斤计较啦。啊，你啦，啊，其实我安尼我听，啦，卖含咩事？消费玩家吼，无啥意思对吼。哎呀，不在你讲啊，川普啊为无代表伊未甲台湾斗三江，嗯，无代表啦吼，无代表美国未甲斗，但是甲台湾斗三江。听你讲天魔鬼神，杂杂啊！你名，系啊，啊，即晚就拢回应好啊嘛，吼！啊，咱诶，迄个做对应台，你甲回应，我嘛感觉回应了上嫩啦，嗯，吼，对应台回应，我唔免过来点读啦，吼，你家己看，上嫩，有读册人啊，大叔兄读册人对啦，唔是安尼，好啦，凊彩啦，吼，我见啊，这但是美国要来甲台湾斗三江防卫，咱家己爱心理准备啊，一种。就是像乌克兰模式啊，嗯，对啊，一边阿未来，对啊，一边阿上武器来呢，嗯，哦，这是一种，但是台湾华人讲武器那边来嘛，足困难，嗯，虽然四周环海，对咱来讲是保障，但是变成你要运输物件未来，蛮困难，嗯，对啊，哦，对不对？啊，第二种就是阿那像越战安尼，美国兵阿未来，嗯，来拍，哦，啊，第三种就是咱阿口头上，做着在你实行者。你未使甲飞弹下做过中国，有时有气啊，这啊，好，啊，是啊，够咱味啊，好来，好来，今仔日的《自由时报》的头版啊，有翕一个这个少年囡啊，吼，啊，这个少年囡啊，我咧也看伊这种自卫的对吼，啊，是算咱台湾啊，去参加着一个叫做加比界的奥林匹克，这种叫做加比拉花大赛，嗯，拉花就是迄加比舞的吼，是，咱们弄个好啊，拍出个加比，伊来来有一个多哦，变成咱这，啊，都会上都五年队，都五年队有诶嘛，啊，结果呢，讲会当安尼摕着三个摕金牌安尼就对啦，是，哇，真牛对吼，啊，等来台湾了后呢，伊咧讲吼，讲伊为着要参加这个比赛，或者开180,000呐，去买咖啡豆啊、加牛奶啊，啊三个月内底跟他练习就对，要用掉10,000杯啊，哦，10,000杯啊，听众朋友哈，啊，这个就做三个，这个就做镜头啊吼，拢用加当中生死吧，嗯，哦，所以是付出足大的代价安尼吼，啊，也当溜出着真水真水的迄个咖啡的一种图案安尼出来，嗯，这。阿伯，这摆阿就写台湾之光，有影是是，问唔对，阿但是你唔能够走去中国哦，冇你乱扯哦。这样，你起码是向中国别人交流了。我还以为是带你手机啊，我讲我中国话你喂，我还跟你手机啊。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
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呢？是白雪公主。白雪公主每天开车爬爬灶，难道晒不黑吗？因为白雪公主的车子贴了 Super Cool 隔热纸，她房间的玻璃也贴了 Super Cool 隔热纸，当然不怕热又不怕晒黑哦。快把我的车子开到全桶改贴 Super Cool 隔热纸哦，现在还有七折优惠哦。0800655555，复兴路中正路口，全桶 Super Cool 隔热纸。前进八雷二温，中华队加油！前进二控二数八雷二温，请大家当地替准备二温的台湾健儿加油正声势。八雷二温上场，台湾队加油！二控二数八雷二温，今日今年七月二日到八月十日，请全民做伙替咱的台湾职工加油，挑战极限，摕到好成绩。国阵八雷二温，台湾选手加油！二温夺冠军，摕金牌。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体育署防溺水十招提醒你：不跳水，不落单，不嬉戏，不疲累，不长时间浸泡水中，要暖身，要选择合法地点，要注意气象报告，中央气象报告，要小心溪水落差变化大。不幸落水要冷静会漂浮，学会防溺十招，让你今年夏天乐悠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少年的有冲鬼哦，进前不是怕装无钱买设备，好加载。咱农会介绍我用农信保来担保，贷款资金已经够位啊。政府成立的农信保，真正支持少年家。唔呐，少年人农渔民的贷款，拢会应得，和农信保来担保。农渔民欠担保来借资金，就找农信保基金。只要是在有在做农渔业，拢会当提出申请，和政府甲农信保陪你做伙打拼。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97.5，快乐混家男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华东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现在时间9点整。喙齿若要过好用，
咱来赶紧来使用白沙黄齿膏，配合正确摄取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齿花喙齿愈细愈健康，愈细愈洁白，真正有效一条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好、哦，来，非常感谢咱今嘛这个时间呢，张忠义老师的时间啦、啊、吼、哦，咱今嘛先来甲张忠义老师来个考奥一个吼、哦，来，咱个就卡一下电话吼，来个接通啦吼。电话通了吼，咱来个等，咱张忠义老师吼，看今仔日要甲恁讲什么话题吼。喂，哎，老师你好，张老师你好，你好。这边呢，张大哥，阿青兄、小林兄，甲咱空中所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晚安，哎，今仔日咱要来讲一个问题。顶礼拜，前下关中央研究院院长，就是李远哲，阿伊嘛是世界出名的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啊、所以伊学术界，甲离咱社会上，伊相当有这地位。这几年伊拢参与了教育的改革，所以规个社会拢认为伊是教育改革领导的领导者之一啦。现在台湾的大学上届的时阵，曾经到167所的大学啦。啊，167所大学这个不对啊，这绝对是不对的、啊。所以现在一间啊一间啊来归下呢。社会界就讲啊，你李远哲啊，你高大拢广设大学这靠是你供出来啊。啊，你广设大学啊设了这么多啊，现在都无法你一个人扛啊，只需要大家来归下。哦，啊，所以这个你要负责啊！啊，所以顶礼拜接受了媒体访问，伊讲无啦，这句话唔是我讲的啦，广设大学这是黄武雄讲的啦。黄武雄就是台湾大学的数学的教授，啊嘛是长期咧推动的教育改革。黄武雄我哪有讲过这句话？但是以我诶对过去的记忆，刚才讲这句话讲上多是史英。史英教授，他使用的是咱关的实验性的学校森林小学的创办人，重点你以前的创办森林小学。史英，这几年在社会看看你看了伊，但是伊也好生出来，伊也好生做过高雄市文化局的局长，嘛做过咱文化部的部长，叫做史哲，史哲伊老爸就是史英。啊，所以史英也罢，黄武雄也罢，李彦哲也罢，整个拢是咱教育改革的规个带头的领导者之一啦。黄武雄因太太吼、哦、是政治人物，最近本人官馆长的苏迪芬，伊是苏迪芬人啊。这几年来这因东西讲广设大学，那广设大学这政策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当年多好三十年前，1994年四月初十，三十年前，以前有一个教育改革大游行，教育改革大游行因推出几个政策性的口号，比如说小班教学，比如说教授治校，比如说广设大学，因推出这几个政策啦，每一个政策总有伊历史顶头的背景啦。咱今仔主要要来讲广设大学这个政策啦。我是民国40年以后出世的，就是讲所谓的战后婴儿潮，历史世界大战前后婴儿潮出世的这阵囡仔啦。民国40多年出世的这阵囡仔，之前几年都出世三十多万人，台湾几年出世的囡仔30多万人，到都来到民国50年以上的时阵，特别到民国52年，今年出世的囡仔竟然到43万人。一年哦，你来这出席的囡仔有43万人，所以相当的多啊。所
拢会做，啊，阮迄时代的时阵，那阵跟我同年的同学，十个，阮读小学内底，找出十个同学来讲的时候，会当毕业以后来个考初中嘛，以前唔是国中，以前是初中，初中是来考，会当考了初中大概剩七个啦。七个经过三年以后，会当入去高中，大概差不多剩四个尔。四个都经过三档以后，会当入去大学读，差不多剩一个尔啦。啊，所以会当读大学的人足少，因为大学少嘛。国民党为什么大学要甲你设了少？这甲国民党伊的一关愚民教育有关的啦。只要来当和台湾这社会愈侪人捌愈侪物件，啊，国民党拢反对啦。啊，所以大学伊无好你设。啊，比如讲报纸，报纸国民党蒋介石来到台湾有31间报社，伊从此袂再做增加，就是为头到尾拢31间啦，一直到报禁解除以后才开放，啊，那无为头到尾拢31间的报社，啊，大学就是原来的那几间啦，因为大学设愈侪党人会愈来愈巧啊。你教育受的人一定会较少，啊，蒋介石安尼对伊的政权来统治是较无好呀，啊，所以就无爱设大学。啊，除了原来台湾的大学以外，加减有法多个新设的大学，就是讲因外省人，啊，是国家的力量要来设大学，啊，你叫做中国大陆的大学在台湾附校。在台湾附校啦，啊，所以以前中国有一间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在中国是数一数二的哦，因为那条钱就是八国联军打入去大清帝国的时阵，大清打输赔人足多钱，赔去八国拢赔足多钱，其中有一国叫做美国。为美国去调钱，美国人必须可能经济较好啦。美国人讲，安尼啦，这条钱我卖给你提，但是这条钱我提来做两件代志。第一件代志咧，当恁中国设一间大学，会当予恁中国的少年人会当有一间较好的大学人读，这间好就是清华大学啦。啊，另外剩一部分的钱就是讲，予恁的迄款的囡仔会当出国留学，爱用这条钱啦。所以当时。大清帝国原来学日本的明治维新，太多的囡仔出国留学，哦，有种十外岁啊，这款囡仔出国留学，啊，就是用美国在八国联军得到大清国赔款的医疗钱来用安尼啦。啊，所以有迄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后来就是台湾附校，啊，迄是国立的，啊，包括讲高雄有一间中山大学，啊，中山大学为什么会当先呢？迄就是为广州中国广州的中山大学移过来台湾附校啦，这拢鬼扯淡了，实在是讲讲下来了。啊，毛苏林哦，苏林那边新大学。哦，要开大学的时候，迄落有够力的人才有法度开，啊，所以出在司法界、法律界方面的相当有够力的，做外省的族群，因为在台湾设一间叫做东吴大学啊。东吴大学是啥物呢？东吴大学就是中国有一间大学叫做苏州大学，苏州大学移到台湾就变东吴大学啦。啊，为什么苏州因为变东吴呢？因为三国的时阵有一国叫做东吴，孙权一国啊。东吴的首都就是伫苏州啦。啊，所以苏州大学因来台湾哦，那个苏州大学太听啦，人讲话，人单恁是咧变比较有诶无诶嘛。啊，恁台湾人嘛讲苏州袂晓，介绍的东吴大学，但是国际上叫东吴大学拢叫苏州大学，为虾米呢？因到即马英语诶名拢一个叫做苏州大学咯。东吴伫台湾几十间伊诶英语诶后名一个叫做苏州大学。原来就是安尼啊！所以大学无法度新鲜，啊，无法度新鲜诶时阵哦，要考虑去大学足困难诶啊！啊，当时台湾的社会就感觉讲，哎呀，你未通呢。以前台湾日本时代是600万的人啊，啊，到蒋介石来嘛800万人安尼尔，啊，愈来人会愈来愈多啊。台湾开始了为1000万人，佮增加到1500万，啊，人换你多，啊，你大学才换你少，啊，你咩哪会通？他的要求说广设大学啦，啊，所以广设大学这个进去是由于历史顶头的需求安尼一路走来安尼啦。所以讲起来，广州大学这政策敢那无唔对哦。啊，但是无唔对，为什么30年以后
因为东西化广州大学啊，政府嘛开始采用广州大学，这是1994年教改时候开始喊的啊，多起码是30年前啊，这30年来，哎，这政策的破功啊，广州大学设了一大堆大学，起码一大堆大学要退场。一间啊，一间啊收起来，啊，为什么一间啊，一间啊收起来？啊，迄嘛足简单，啊，都无学生囡仔读嘛。啊，我即卖意思要来讨论的是讲，一个政策，特别是一个公共政策，要安怎来思考？是讲因为啊，咱即卖无思考物件，咱就光进来先吗？还是说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政策，要用很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待未来30年、50年、甚至100年、200年的发展？换一等的时间，换一等的眼光，换一朝我世纪的这款眼光来看待的公众政策呢？应该是安怎？应该是安尼才对啊！来国家长远的历史角度嘛。咱今天把公告里边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也许是按照版本龙马迄传宗八策迄政策落去推广的，迄每一个政策会当扩展日本，拢会当跨出因未来30年、50年、100年、200年的发展。赶快选德国俾斯麦的变化维新，马其龙一性一个足足等的眼光来看待了因的国家政策嘛。啊，所以咱对下公告了讲，30年前的教改来的广州大学，这个政策东西供出来，先给清夫啦，先给清清太太啦。为什么先给清清太太？我怎么提出政府啦？啊，无因几个拢是学术界顶头不得了的，你无我安敢批评？可能吃他袂掉，所以我拿出证据啦。台湾的出生率，咱对下讲，为建啊，为我自然的开始，一年拢持续30多万的囡仔，佮比我较细汉的迄阵人，到民国50多年的迄阵已经一年持续40多万人，但是后来我那个40多万人，佮慢慢缩小到30多万人，特别在1981年、1982年到1985年、1981、1982、1983、1984、1985，多民进党成立前迄几年啦，你哋都属于到民进党成立几年啦？迄几年的时候，台湾每一年出世的囡仔拢33万多人哦，很无增加也无减少。1981年、82年、83年、84年、85年，连续5年，每一年拢出世了33万的囡仔啦。但是突然间到86年的时候，台湾出世的囡仔突然间降到28万。过来87年降到25万，88年降到24万，89年的时候降到22万，哇，吓死人！啊，那突然间的时候出血囡仔的时候，那减翻哩多啦，这是不得了啊！每一个国家一出血囡仔，有当啊拢会增加，有当啊拢会减少，但是无人增加的幅度，还是缩小，还是不成长幅度，翻哩大啦，无啦，无人安尼啦，啊，所以。到民国，到1993年，咱对下讲的教改是1994嘛？1994的四月初三大游行，因你选择已经知影前一年，1993年台湾出血囡仔偌济啊嘛？1993年台湾出血囡仔是21万呐。啊，所以你想看嘛？1986年台湾的出血囡仔开始减少，到1993年短短7年哦，短短7年的时候，一年出血囡仔为38万外，突然间降到21万外，降偌多呢？降40%。去年来这台湾出血囡仔是下降40%呢。啊，恁这几个带头的教授，恁敢拢无看到这问题？恁敢拢无看到台湾的囡仔为33万外人已经降到21万，而且迄降就是敢那动袂起来，佮滴落落去。你们难道都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吗？啊，你怎么还会广设大学呢？你怎么大学没有设定一个一定的机制说，咱台湾出生的人口按你来推升，台湾科林要变成多少个人，咱需要多少个大学，咱来供大学需要设多少个数目嘛，而不是用广设大学这规律来供嘛。以前像我第一年的战后婴儿潮，第一年的大家从下去作旧了嘛，
啊，你要要设台啊，要较侪，我无反对呢。但是你明明，你若较注意者，只要你较注意者，只要你在讨论公共政策的时候，会当能够看较远者，你就知影讲，无、哦，咱要看即句话前七档，台湾出血人口突然间为33万的囡啊，降到21万的囡啊，啊，以后一定是愈来愈少啊，啊，若无囡啊，什么人要去读大啊？啊，大读大学的人，我你少以后，啊，你设在你的大学，啊，是要归人啊？现因拢无想了这個问题、嗯，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所以这就是讲在制定一个公共政策上面，想过轻忽啦，想过肤浅啦，拢无一个历史的长远的关的深度，甲地理的跨度来思考的讲，台湾36000平方公里，顶头会当住偌济人，哦，以前出去偌济，未来会安怎，人口的演变会安怎，咱再来。可如讲阿大阿罗爱吃偌济嘛？嗯，思考公共政策是不是应该是安尼啦？嗯，对不对？嗯，因内底也有一个政策叫做小班教学啦。小班教学讲一班内底袂使收一个囡仔啦，因为收一个囡仔时吼，教育的品质无好嘛，一个老师哪有法度顾翻你一个囡仔？这嘛是事实啦。我咧读小学的时阵，我小学毕业，我是台北邦达区的罗翔毕业的。罗翔，阮迄年，阮一班呐、啊，阮一班有97个学生呐、啊。你听起来可能大家说啊，一班小学有97个学生，不是干那阮一班哦，一班拢安尼哦。罗翔招播有13班，招播的原来有13班，每一班拢90外个学生啦。啊，所以九十外还是囡仔啊，支当教室内底，你当然讲话把咧品质是足差的嘛。嗯，老师那我都过翻你坐嘛。啊，所以你说，咱缩小，把它缩小到小班，每一班30几个人，对不对？对啊，我也赞成啊，每一班缩小成30几个人，啊，你较好教书啊，嘛教学的品质会较好啊。啊，问题是政府也没有小班教学啊，起码主人因为母婴啊，主人女人就是小班的啊，所以我系母校，我读的学有办外的学生囡啦，起码存500个学生囡啦，一间校的单位办外的学生囡啦，存起码转校拢总500个学生囡啦，你不小班也不行的啦。啊，所以在思考一个长远的政策，特别是教育政策这款物件时，真的要在思考的爱国较缜密，啊，较长的这深度、历史的深度、地理的跨度来思考的这问题，安尼才对嘛。啊，你讲，啊，咱无教育，小班小学，而且教授治校，而且讲广州大学。好像都也摸不着教育真真假假的真正的问题所在，啊，无教育的问题是什么所在？教育的问题其实有一个所在，大家拢唔知是把它忽略掉，怎呢？其实教学的内容，教学的内容上个重要。你教什么款的物件？教什么款的物件？咱做个朋友拢有感觉，因为拢读过册嘛，读过册就知讲，咱以后内底拢有历史啦，有地理嘛。但是咱的历史地理的学跟台湾关系不大啦，不大。阮虽然拢在暗恋讲，长江从巴颜喀拉山发源，啊，就为着流经几省，啊，不管你长城吼，你经过哪几省啊，为公元前几年做到几年，阮想讲。啊你！你背这是要通个啊？背这即马电脑查下来，即款资料就有啊。啊！你要教囡仔，应该是教讲长城气概在以前无气概时吼，对北方的国防有什么样的影响？你以前无去长城嘛？北方有一关那所谓的英国大公反邦呐、啊，匈奴反邦这一些吼，徛在直接的你个就甲你抢甲你抬啊嘛。啊！你有在做些长城来？因为徛在摩托背过长城，你知道？长城都管了呀。啊，所以长城要来讲长城这代志，一定是要考，还是要教囡仔讲长城造成以后，甲要未造成以前，为中国北方的国防安全有什么款的应用？
你那落来加一款物件嘛？绝对不是加伊讲，你来暗恋哦，暗恋讲，长城东边位都开始，西边到多位置，啊，东东转长话的，哪里咧？讲真是要怎样？啊，到新疆那里去？系啊，啊，所以啊，这啊这，啊，那正在讲啊，无你讲，你讲落来加历史，加地理，加台湾的，不讲台北市就好啊。咱台北市，我虽然是混你们囡仔，但我背起就搬来台北啦。我伫台北大汉，我伫台北大汉的时候，在我所读的起来，几乎对台北市的历史跟地理没有讲过。现在可能有淡薄啊，有一些的。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以前我长大的时候，我想，我放假的话，我伫放假，放假遐以前哦，有孔定路啦，有昆明街啦，有广州街啦，哦，啊有东横路啦，有东横街，有西横路。啊，我想想奇怪，这名有啥物要好这名？后来大汉才知影讲，当时要设这街路的名的时候，是为公务人员做判断，为中国这地图甲登上台北市这地图顶头。啊，所以南边、南北边的时候就是东北角城嘛。啊，来关咧福建的，你关咧较西、较南边嘛。啊，来西南边的时候就是关咧广州啦，就对来讲的康定啦、昆明啦、桂林啦、广州，这拢是台北市拢一滚后边啊块，几多拢是这名啦。啊，但是咱家也做两条足重要，叫做东横街甲西横路啊。每一条街伊要好名，一定有原因的嘛。东横街、西横路，滴溜行是行到了淡水河的河边嘛。淡水河边怎么会有一个东沿一个西沿呢？迄个为200多年前台湾的茶开始外销到澳洲，澳洲的人爱食咖啡茶，咖啡茶就是咖啡香的味啦。咖啡香的味甲茶到底就去做花茶嘛？啊，你要做花茶，台湾这款的淡水河上游就是新店遐文山包种茶嘛。文山包种茶有茶米，啊茶米落来旋，啊你落来有花啊，花唔在上南落去做欧洲的加味茶，啊所以落来进花。进两个足大的花园，啊，迄花园都伫迄码头的东边甲西边啦，啊，所以东边叫做东花园，西边叫做西花园。花园内底花起来做澳洲的加味茶，啊，配去世界各国，伊配着是配到澳洲，互因喝下午茶啦。啊，这东花园、西花园，就是即卖东横街甲西横路的上街路底，迄个位下来。是，你哪会当甲跩烟呐？甲台北街跩烟呐？你甚至校外教学出来去看，我带恁来看东横街上街街底迄所在，甲淡水河河边接触的所在，敢讲以前码头是伫遮，这是码头东边的东花园。一花园的时阵，哦，咱为款新店顶头摕落来茶，啊，伫遮把它做茶叶加工，然后配到澳洲去。200多年前，台湾的经济就跟整个世界接轨完成。你哪你讲，甲做台北市的烟啊，你讲，我相信伊对家己心中的这个土地一定有较深的感情嘛。是，伊嘛在讲未来他要怎么做嘛。讲到这里讲，啊，你无感情，伊就对这土地无感情嘛。无感情的结果，那我来估计上个简单的点，最近你网络顶头有一个台湾的演艺人员，少年那个我唔捌哩，叫做郭品超啦。郭品超伊伫中国的一款小红书啊发表啦，发表讲吼。我是一个漂泊的灵魂啦、啊！我大汉以后，我老爸是山东人，啊，我伫台湾出世，啊，我等于我山东，我找了我83岁的三姑公啦，83岁的三姑公啦，我看了我的亲人，啊，我的灵魂得到了一个安定的力量啦、啊！我终于知道我是一个中国的灵魂啦、啊！这些年我的灵魂到处漂泊啦，我哪等于到台湾？感觉到很不踏实，因为我的灵魂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顿呐、啊。你不但安尼讲，一个当小红书领导英勇的一个人的诗，这个人叫做余光中。余光中的时阵，上届余光中本来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后来台湾的一般的中山大学请伊来做教授，所以伊伫台湾拢啊住十外年。
余光中伊是写现代诗的人，古早中国的诗，比如说咱讲唐诗啊、宋词啊，啊白话文以后，民国以后的写白话文，白话文写现代诗，余光中是一个现代诗的诗人呐、啊。伊上较出名一句话就是讲，伊有一首诗内底一句话讲：天空是多么的希腊，天空是多么的希腊。这个是写啊，当时哦，大家笑啊，你讲啊，有人安尼写诗哦。啊，余光中最爱写伊的乡愁啦，因为伊是1928年是在民国17年出世啦。民国17年出世，当年是在中国出世啊。中国出世后来走路去到香港，佮上了尾伊生命的晚年来到台湾转台湾玩。嗯。啊，所以伊写作给这两边三地的这一些。不同的这一些一般的一些乡愁的关于中国的乡愁啦，一来这句话让他做出名，就是说小时候乡愁是一张小小的邮票，我在这里，妈妈在那里，长大以后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湾，我在这头，妈妈在那头，所以说一直台湾，一老不离，一代就来你了。就是我在这头，他在那头。啊，这个郭品超的引用余光中的这首诗的讲，伊安尼讲，伊的乡愁找到一个归宿啦。就是讲有的有的归宿的一款的啦。啊，所以伊安尼，伊接受了电视访问的时阵哦，人个主持人就甲问出来代志。伊讲哦，伊是一个中国人，虽然伊是台湾大汉，但是他找到了他灵魂的归宿。啊，现在问那个懂伊啦。啊，主持人怎么讲？啊，你伫台湾在，伊讲我在中国台湾。一讲到台湾，你觉得他一定不是全然讲台湾，伊讲我在中国台湾怎么怎么的。啊，所以咱这边的全帮了完了，我人就甲笑啦，讲哦，你那个灵魂找不到归宿哦，可能都要去交魂了，交魂哦。啊，你伫台湾出现，你有什么鸟？乡愁啦，我来台湾，万应讲阿没有加济啦，依然袂当去啊。你啊，灵魂没有你就招魂，啊你啊身体啦怕太死，你就去个台湾去台湾的填补。啊，你干嘛的补耶？你填工要填到这种程度吗？啊，有当阿我就看这人讲。怪，原来是来怪马英九，伊都要负责嘛。但我当时讲，咱的教育的确是教学的内容是有问题的啦，所以教出了一大堆这种白眼狼啦。中国公机关党、北方机关党叫做白眼狼啦。嗯。啊，迄落个顶是什么？咱讲阿信，五月天的阿信啦。嗯。阿信的熊害连续十场的一关的，连续十场的一关表演，歌一关的庆歌嘛。你看咱讲一个人连续，比如唱歌真足忝的嘛，所以伊来这个讲，比如十条歌来这个藏五条是藏录音带嘛，首先录好录音带，啊就是你来唱五条，安尼的话，安尼较袂安尼添头嘛。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啊，全世界各大演唱会其实都这样在搞啦，阿信也这样搞，被人家抓到了。抓到中国要办不办，那就盖在中国拿在手上嘛。伊买在办，买在不办啊。比如讲香港的张学友，张学友去中国嘛是安尼啊。啊，这个以前伊准备好些麦克风也袂提哩，吹头前以前伊唱的音乐就已经出来了。伊家己都真敢去，真敢当机会能够啊，拍摄拍摄，我重来重来。所以这款的搞一款的录音来代替现场演唱。都有，只是中国抓不抓？阿信就是被中国盯上了，所以三个月以后，就是经过的伊哩中国的一关的北京，再买的演唱有功。我们中国人来到了北京啊，不吃北京烤鸭，那吃什么呢？就这样抓到了，因为这就是一点讲中国在改。要不要处理他的甲上风波的时候、嗯、跟他谈的条件嘛，是你要赚人的钱，你去用张人张人一关的暗棍啊，你总连就任人宰割嘛。嗯，你说、世界何其的宽广，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赚这个钱？为什么要让中国救人啊？啊，你改了一关的，为什么要舔共舔这么厉害呢？是从头到尾是光单的教育改革，重视什么广设大学啦、小班教学啦、教授制校，其实不如好好的来讨论教学的内容，这才是教育改革最根本的所在啦。嗯，时间的关系，我简单不讲。谢谢，非常感谢，谢谢，感谢，感谢。
常感谢咱电台红星话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这么是广告时间啊，当然广告台介绍咱现场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番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红星话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任公司台湾俱乐部的看板，的看板可是许多山的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说了，太侪红星的话吼，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讲咱产品吼，许多山这产品吼，有够侪有够侪的对。所以这许多山吼，和咱红星的话，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吼。我吃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吃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个这个毛病在身上，在山上。啊，山上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检查过了的。结果吼，医生的药啊，在吃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还是艰苦，该未爽快还是未爽快了的。这种情形之下，听着咱节目的广告说删了，来给咱挂断去了。有更新在你个吃的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也病人感觉我过去一块毛病了的。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就安拢好去。说删是药，这是种基因性的疾病，对心理上的基。在清廷底下，民意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的提升，所以这个许多山就叫头高尾，有咱台湾俱乐部，咱许多山到像是一枝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青也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种拢变化起了，食咱石头山一中心会复回到正来了，对，忽然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南公司石头山这个产品，所以用石头建来台商品不简单吼，只要你家食，家食看卖，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对啦，吼、哦，哎，这做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要想就知啦。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吼，这特别也感觉忧心啦，忧心，但是会好。许多人只要看痛，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信山公司的石头山吼，有另外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当然，那有恁骨锁，这骨头，金鱼龙的第二山，当然啦、啊，叶黄素，大家把它加一点，去爬索快管呢。那第二山就是爬索管，爬索管啊，所以说你经过两关的这个建设的过程中间的时候，靠我多人建设这个相关的爬索。保护目睭，这个金立平的第二代吼，保护目睭一定爱吃的物件吼。所以，用许多今日才装病，这个费用哦，按不薄。其他这个费用来，这些流通的中间，你管转辛苦啊，每一条一费金的这个拢爱修人，还有什么全部拢爱通，无通都出毛病啊，无通都大起就大条了就。所以咱我不入侵是合理讲，伫咧慢慢伫咧未通的中间的条，合理感觉讲，哎呦，这无什么毛病，人三心的中间的条，这个滴滴一直滴滴去滴滴去的条，啊，人的心理上，人的种种的也会用来通的条了，你的孙人啊，都用一半的啊，用一半的对吼，这是咱我不吸入侵的条，吃会一个。或者通的物件吼，啊，没有入口，没有打过准会有安尼个地吼，不顺便。那用许多件彩妆，比如你问来看有诶，用心许多吼，那这个放疗的出问题哦，安尼你就甲换，拍电话来，甲咱公司叫，啊买上去，啊个吃看嘛咧，或者放疗会较顺畅呗，
这那不会生的思考爱处理哦，就讲讲会去，就这点破损了对吼，这特别介绍咱保存跟护理吼，会养所并且。详细话，今日台中比如病的人真济啦，但是真济拢找唔到医生啦，唔是讲找唔到医生啦，你找唔到，吃唔到药啊，即个当作感冒啊，就顶找唔到医生啊。病的人哦，伊头壳来讲，头壳来晕啊，种种个情况哦，哎，有遐杂杂，啊，唔是排骨，可能就啊，唔是排骨啊，卡一麻，卡袂顶几滴了就。有个寒人哦，我另外惊人，所以从此我听，你啊当作是感冒咧，伊个中间就叫迄个等于降低了，你都无感冒哩，因为是病系出三性的，会不足三性的了，所以讲到咧会昂首，你本韩国一年销售5000万只，台湾咧病的人哦，太多济啦，女性比有介济啦，啊，因为较有诶从许多啊介济拢病系就对啦，哦，所以病系三性的竞争。你若食西药，叫医生讲看不好，血红素不对啊，吼，安尼是对啊，吼。虽然血红素专门咧食贫血，一别一种，像个公式安尼吼，0800-0500-668，0800-0500-668。0800-0500-668，哇，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这边，咱们有请听众朋友们坐来欣赏这首的歌曲《中华姑太太》来点播中天君演唱的歌《九国贞观》。小酒那的梦，我一世也甘愿。今暗的月光弯弯，借我的情悠远。
谢谢哈兰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这个现场哈，全国免费的叫给专线啊，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会在十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打卡过来，公司中的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三位服务，三名大请上。直接把人上到我们的手来了哈。好来，感谢啊，咱个继续那个进行这个看新闻哈。来，咱多加一点咧报这个川普的新闻哦。嗯，啊，咱今麦这个时阵就来个看拜登啦、啊。拜登最近这段期间吼、哦，有来停止掉吼啊，伊的所谓的竞选活动，因为已经第三道感染到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啊，所以佫有这个声音出来啊，就是讲伊的身体状况本来就唔是足，因为有啊啦，足好啦，八十五啦，但是讲袂出去，啊，就可能感觉讲佮咱做机场做好啦，啊，所以佮感染到中国病毒武汉肺炎，那嘛是佮从这个退选的话题提出来讲我听。哦、嗯，这个时阵的拜登终于有落命啊。嗯，伊讲如果那是讲健康状况啊，佮出问题的话，伊必须要重新来考虑是不是爱哥继续参选了。哦，继续参选就是啦吼。来，那个美国总统拜登呢，第十七日就对啦。一个再一次吼，啊，确诊着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啊，来暂停伊的竞选活动，包括年会啦，包括健康的状况，各互人家提出来吼，各再安尼议论纷纷。根据真侪今日美国媒体报道咧，讲讲包括参议院啦，多数诶即个党诶领袖吼，多数党领袖苏莫，包括众议院民主党诶领袖吼，啊，齐耶弗瑞斯，包括吼众议院诶前议长吼，佩洛西就对啦。伫党内诶民主党三粒巨头甲其他诶高层，拢是烦恼拜登无法度难敌大选当中。来打败川普，已经扩大施压，要要求伊停止竞选连任。面对着党内安尼逼提的压力啦，拜登第一次开出已经伤口有讲啊，讲若佫出现状况，健康的状况就对啊，可能得爱重新来考虑参选的决定。嗯，拜登真正咱讲真嘞吼，伊卖讲第三遍去钓钓中国白都不愿意啊，伊个之前咧讲话都常常都做伊啊，其实上个重要是伊个基地啦，对啊，不是伊钓钓武汉肺炎，不是伊感冒，还是讲伊其他无事去闷卡伊啦。拜登年会有啊吼，咧我那提前又给你处理掉，即个像美国这大个国家啊，又个全世界大项代志差不交掉，迄对伊来讲是还是一个折磨啦。我那年会要坐是唔难，像我嘛常常咧讲啊，张忠谋啊，是
张忠谋身体好，咱大家替伊足欢喜啊！吼、嗯、啊，但是啊呐，你看伊个身体，张忠谋身体，伊就爱个替蔡英文总统、蔡英文总统拢派伊去参加个种 APEC 嘛！吼、嗯哦，我实是感觉讲好，迄个对这张忠谋这东北时段吼，对伊来讲实在算个吃拖娃，你知影无？啊，伊个事业心当然系啦，啊，这上个东西王永庆九十多岁啊，嗯，伊嘛过去美国咧走送，啊，还是伫美国面啊，对啊，啊，这我咱个看法是干嘛？讲讲哦，认为遐侪走来足忝，啊，就是对因来讲不一定啦。嗯、哦，对因来讲，搞不好讲啊，感觉足欢喜啊，足爱做这代志啊。对啊，上重要是身体爱好。啊，张忠谋，你啊看嘛，伊个八九十啊，哦，八十几了。啊，八十万，你看伊个讲话啦，有无？较慢啊讲，啊，但是啊呐，讲话真水，哦，拢无啥物不对。啊，这个拜登不是啊，不是这个顶大事啊，那就对了，哈、哦。啊，就过来解说啊呢。所以这是不是的推算，这咱唔知影啦，不如。管啦吼，这个石板民夫吼，大家拢知影吼，石板民夫就是这个日本吼啊派驻伫咱这个做台湾的一个记者吼，啊这个三经新闻呢，台北支局石板民夫伊咧讲啦吼，讲川普啊会讲出着这种听起来敢那从对台湾啊有这个不满情绪的话吼，讲可能是甲鸿海集团的创办人，这个就是郭台铭啦，嗯，啊就是这郭台铭有关系啦。石板民夫呢啊，伫这个顶日啊呢啊，伫个面册发文咧讲吼，讲美国的这个叫做共和党候选人川普顶日啊啊，咧采访的时阵，突然间讲出着讲台湾爱加开寡钱来做这个做军备，也是安那。另外，佫有一句话讲，台湾抢走了美国的晶片产业，啊，赚真济钱，所以台湾啊，要爱美国保护，都爱拿钱，安尼就对吼。啊，这个代志当然引起了真大风波，拄则咱顶阶段也拢讲过啊嘛，吼、哦。那美国的迄个这么国务院啊，赶紧出来解说，讲唔是这啊，无这个代志啊，对啦，吼、哦。但是石板民夫伊咧讲，伊讲川普最近确实对台湾呐、啊、有一寡情绪低咧，吼、哦。这个原因之一就是安那，几年前咱台湾有一个台湾真有知名度的企业家啦。讲走去美国嘅，啊！甲川普讲，讲要伫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一个真重要嘅摇摆州，什么叫做摇摆州呢？就是伊两面嘅支持共和党，啊，两面去支持民主党。啊，咱台湾嘅小电视啦，系啦，就是有来有去的，对啦，哈。啊，讲要伫美国嘅这个大选足重要嘅摇摆州，就是威斯康辛州，哈。讲要来投资100亿嘅美金啦，啊，要成立一个工业区啊呢。啊，阵大家印象真深嘛，川普本身啊，佮专工啊。过来到这里的这三个，这威斯康星州坎这里的这企业家台湾来企业家，从这回这就有这破土的典礼安尼啦。啊，想袂到呢，后来呢，这个所谓的企业家其实就是郭台铭啊。是，这个郭台铭讲话无算话啦，去投资啊，根本都无未来嘛，钱无未来无对啦。啊，害这个川普伫当本总统大选的时阵，这州的选票全要胖，哦，要胖伊就对啦吼。啊，而且迄个当时破土的工业区区啊，起码变成是当地居民的笑话啊，你就对啦。啊嘛，变成着这个做竞争对手，提来咧讥笑川普承诺票票的这个所在啊，你就对。所以啊，伊认为就是讲台湾应该爱赶紧先啊，川普电影解说清楚，讲伊个企业家。作为跟台湾是点么关系的东西，哦，这郭台铭你就知啊，郭台铭这个人，台湾边边有足多成功的企业家，嗯，加上郭台铭，咱对印象特别大。现在咱对印度啦，伊亲中意外伫中国头前唔敢讲，伊一讲就无人言。本来就足笑掉啊嘛，对啦，吼，啊伊台湾喷喷掉安尼就变吼，啊，去遐中国是咁啾啾。你啊看人上迄个吴立伦，那人伊嘛是大企业家，后头伊个钱偌济，但是都无人言啊，对啊，因为伊看伊未去看到，看未去台湾，对啦，伊变做啊，啊，过台面迄个说啊个。川普官方诶，迄、个是伊家己，但是靠阮无关的。啊，你家己好歹要便宜，你懂吗？哎，真讲个。好，即阵卖天气呢，啊，过到过了后啊，啊，定定突然间就安尼乌云密布吼，啊，落雨啊。